好猛的尿尿。指甲做的不错嘛，鸡爪。家然被扔掉了没有？家然在海南，我已经把它寄回家了。我的家然在海南哦。哎，你看这输入法，等一下肯定要给我，肯定要搞我心态的。我摁了两下 A。你不补刀，我不补刀，大家都别补刀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别补刀，好不好？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被我的牢。别怕了，剑姬，那没什么用的，这样打。无效消耗一大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杀戮。他不会 Q 打吗？渐渐能打吗？不见得。还好的，其实。还好，其实。动作太慢了。有人在草里。下路，这 W 好。他想稳，他就直接回；他想死，他就弹，他弹他就死。我操，这么稳！我这血量有可能会死，这个位置。这W交了。闪的不会防，压了不是很凶吗？前期你怎么不凶呢？哎，那个血条不是还有一点吗？怎么突然就没了？哎，这游戏有 BUG， 我说实话。
我感觉不是我补不到炮车，这游戏真有 bug。我不信这游戏没 bug， 这游戏真有 bug。哎，你卡你卡好了，你开心就卡。哎，我真服他这那么多点血一下就没了，这是为何？伊舒尔德，这是为何？剑戟打剑魔带点人，他带点人就没了。你不着急就很好打。抽，求你抽，抽，抽我，抽我。他被我拉扯了，我给了一个他没有办法，就是他又想要回来打我，但是又回来打就要死，我再 A 下来就死了。哎呀，真的一刀就死了，这都不挡啊！我操，他已经没有节奏了。到时间的尽头，我将杀你一遍又一遍。他这都不挡，哎，他觉得我应该会往后移，但是我这个 Q 是刚好打到他的。有了，但是我又想买 CD 鞋，其实买 CD 鞋会比这个好一点。这都要过来阻止我一下，那我干嘛要走啊？我操，那我不走了，你不让我回，那我就不走了。难道又梦了？永恩跟他的野区打起来了。哦。他肯定会 QW 的，救不了你！这是少女祈祷，少女祈祷！哎呀，还剩一个少女祈祷，少女祈祷！不要死，不要死！我们这……哎呀，哎，还行，哎，祈祷成功！啊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还行，还行。哎，这不也要死了吧？应该追不死了。哇，你还回头去了？控制抵消？没有啊，他刚刚 QW 过来的，这里不要动，他大概率也不是说100%。我反正我就正常 Q 就好了。他大概率是 QW 中。这么拽。哦，好牛！哦，看到男刀锋了。
啊，那我就不上了，我拖延你时间。难道也不来？那我要动手。拉过来。哎呀，打了！哎呀，这个！哎呀，等个吃屎剑气！哎呀，保不掉了。开始想跑，但是跑不掉，怎么跑？苍蝇搓手，压他两级，两级压很多，还带压不到跟定程。多掉一点。他的装备是一堆破烂的，打好是不掉血。不灭剑姬真的伤害有点不太够。除非你上单很会玩，要那种特别高分段，那不是很高的话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用。A E A， 直接 A 还是好。明天还直播吗？肯定播呀，我直播不间断的。九号那天可能会来玩一点，因为九号那天我要接我的猫，可能会玩一点。我可能10点钟来开播。就没办法，这剑姬他闪现，也许我应该直接打男刀吗？应该打男刀会好一点。哇操，900块好多呀，900块有点小多。什么时候先出黑切？打诺手和洛伊什么都可以先出，无处可藏。还要推人，只要这副肉身还活，想逃。100多块还是很值钱的，100多。哎，我没买到长剑吗？卖掉了，没买掉。哎，那算了，那我一直黑钱也可以，我再带一波先。你都是先杀帮忙的，差不多吧。刚才先杀谁都一样。哦，完了，吸血鬼遁地秀。可以猫在这里面等一下。难道去哪了？不又在上吗？16秒、15秒，大招。
等下挡了往下走一段就好了。哇、哦，吸血鬼来了。又吃只蛤蟆出路了，快跑！哎，远光灯不讲数值，没看到男刀了，他去哪了？不会来找我了吧？哦，我看到娜美了，他在二塔那里。再等一把长剑。我迈向死亡，多么希望是我自己的死亡。剑魔十五号更新就砍，没关系，他砍就砍，他砍的不多。灵魂出窍。灵魂出窍。我要出大问题了！耶，我还以为这鬼王要杀起来了。哎呦，坏了，剑姬要杀起来了。这我可帮不了你了。哦，好险！好厉害！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嘟。剑姬神功，不过也是徒劳的。盾弓巨人吸血是，盾弓主要挡伤害，打完伤害触发之后还给攻击力，太变态了，又给防御又给攻击力。我操，杀疯了。我就来杀这个纳姆。干嘛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他的护盾又好了，没打死剑姬。也许我应该先把剑姬杀了吗？他打了我挺痛的，这剑姬打了我2300，这位打了我3000。也许我应该先把剑姬杀了，治疗闪现没有吧？他没治疗闪现，可惜大招没续上。我操，偷袭！第三条龙。对面居然还有闪！这什么伤害？太狠了！把上路先清了，回家冰刀，无敌！啊，没有闪现，我看到了，很勇啊！等一下，这次我先不急。这就能跑了，就剩你啦！哎呀哎呀哎哎哎哎！还想穿过去啊？穿过去？你有位移技能吗？怎么不用啊？哎呦，原来是不够距离啊。原来是不够距离，够了，买个小魔抗，差不多得了。我狂吸狂吸，好像并没有什么。坏了，队友怎么又死了？队友死的有点多呀。
呀，被打下来了！哎呀，怎么不翻呢？原来翻过去有个剑魔在等你呀、啊。被打下来了，六百五，我操，参播团真爽，拿了1200，对吧？我们就不需要出那个规则啊，其实也可以出，如果钱很多的话。还拿了个奖励，可爱双宝，哎呦，可惜，我那有人挂了。嗯，干嘛？来来来，戳我，戳我，戳我！我想被戳哟。行，这你还闪现跑？哎呀，被他预判到了。我的问题。给他戳到了，暴雪筹1000块，哎，可恶，可杀，可杀，可杀，能结束吗？嗯，别急啊，这胜券在握了。我操，椰子风刃，我出一个这个好了。有事，我操，你这个有事给我。给我整的不自信的，那我要搞个影魔刀了。有事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有事啊！有翅膀飞得很快的。干嘛？干嘛、啊？10秒到这，不急。我曾经抵抗。我操！稻草人这大。快把兵线带到上路去！这游戏是推塔游戏，杀再多的人不如推一座塔来的实在。两刀就拆掉了，水龙魂啦！就你还想阻止我？哎呀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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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哎呀，嘟嘟嘟！哎呀，好痛啊！怎么那么痛啊？哎呀，到我啦！哎呀，两刀带走！哎呀，真是。哎呀，这怎么被痒痒的？哎呀，原来是刮痧呀！我没有叫这服务呀。哎，跟你们嬉皮笑脸了。哎，本来可以杀这男刀的。哎，算了，我要好好玩，我要认真对待一下我的对手，不能嬉皮笑脸。这怎么这跑了个男刀？刚刚不是 ace 了吗？他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嬉皮笑脸。嗯，要买影魔刀吗？我感觉不需要了。我操，这吸血鬼太弱了，直接搞个羽绒服。要买锁子甲吗？可以，就他。
难倒买活了，75的双抗，主要不就带了下路。自己买了个15，15加这个不是刮痧刮到死，那太刮痧了。哇，对面好像开始了。Enemy double kill， 稻草人把他跳大跳死了。别着急呀、啊，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等我带线带过去，那不是赢得轻轻松松？就凭他一杠八，他能先翻天？真的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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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啊！我搞以为你在玩魂斗罗，30条命啊！我操，你30条命够我砍了。啊，还霰弹枪是不是啊？杀了两个，一个闪，两个闪，打得过吗？坏了，你们还打不过！哇，好精神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操！来，再开始 Q 过去，没魔抗吗？1、2、3，要被一口吸死！我大吸！哎呀，牛逼！还好，还好。哎呦，没15呀，这波已经顶了很多了，这你打了我3365。再不推就点了，真摸鸡，哇操。为什么认真玩的游戏，玩游戏的人要低声下气呢？有点不太明白。哇操，他在讲什么啊？再不快点推，这意思是对面，这对面反抗很激烈啊。对面反抗很激烈啊，这又不是单方面的。他在想什么呀？我操，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。这对面反抗很激烈的呀，对面又不是白痴。这人说话挺没家教的，也没挺没情商的，我操！顶级这对面很明显在认真玩的，他怎么觉得就说这队友在拖时间呢？你肯定要把兵线先处理一下。总不能给这边白推一个。Hello， 你这里。干嘛还要追我？这不就行了吗？牵制两个，但他们人少，难道也没大，这不就赢了吗？简简单单，还行，还好。我操，这个物业还亮了个牌子，谢谢银宝送的钻粉荧光棒。